Hello, Elsa. Hello, Emma. Today we're makeup. You makeup all? Oh my god. Oh, necklace. Necklace? Oh. We have shoes. Elsa, 嘞？看我鞋子，看到吗？快到了啦 ！Hello， 妇女在那边。Hello， 现在看到一个台，小小的台，老牛两头。OK， 他们想要坐，可是爸爸讲不可以坐，因为是坏人。就是名人轩啊，一进到来是这样子的，是吃粤菜。嗯，这是在外面的，然后今天我们订了香肠。哇，美美哦。下雨，不然的话那个 view 是很美的。可是晚上应该开灯吧？就是，不要洗洗在那边。哦，真的是搬动他了，所以一进来就开 backpack 给他了，开心啊！也很漂亮，一个山这样子，还有这个，当然，我今天吃的是菜，一个人是388，是华人餐的 omakase。啊，我们吃饭啦 ，Hello， 哈哈，我妈妈，他们7点，你看现在几点？对的哦 ，sorry， 我约他们8点，他们7点才来，差不多。哦，我们在等菜吃呢。欢迎。第二个小朋友就要跟4个小朋友吃东西 ，OK？ 这第3个小朋友 ，OK？ 你是第4个小朋友。大大啊，北京呀、啊。奶然后煮对，是第一道菜。很好吃吗？很喜欢吗？给我自己点。现在是第二道菜啦，4道吧。那就是自由小朋友走来走去的时间，小朋友玩的时间呢、啊，在房间跑来跑去。是黑虫鹿袋子。这是甜品哦，用这个篓。1个小时2个小时是不错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去看 KLCC 的夜景。好啦，我们去散步，散步，我们去 KLCC 看看 building。在 lift 里面，我们在这边吃饱了，去看 KLCC。Hello。今天就这样子啦，拜拜，我们回家咯，拜拜。